现在是心情美好，欢迎大家来咱上好耍乐园。为着你家囡仔安全，它是针对以下的规定：第一，每一个设施都有安全规范，使用人家详细判断，嘛请排队来使用。第二，因为经济情况，然后不但是规范。第三，上好耍乐园。Thank you.